50公尺高凯旋门用塑胶布完全包覆着。听完周杰伦朝圣凯旋门，中秋连假期间，他带着妻小到法国巴黎旅游。除了踩点凯旋门，还和昆凌一起观看了足球巨星梅西所属的巴黎圣日耳曼主场比赛。听到现场播放的歌曲旋律，让人很熟悉。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球场播放的就是自己的歌，让周杰伦又惊又喜。It was perfect for this role. It's so good to meet you. She really came to the table wanting to bring it. It's gonna be awesome. Yeah. And you're gonna kick my ass. I will. 为了下这个角色，我剪掉留了十几年的长发。昆凌之前接演动作片，夫妻俩一起跟巨石强森拍下了历史同框照，国际大咖是谁，外界都在猜。而这次欣赏梅西的比赛，特别穿上了西装，相当慎重其事，似乎有任务在身。是否和梅西有合作关系，杰威尔公司暂时没有回应。不过周杰伦法国行的一举一动都让外界相当关注。三新闻罗佩仪台北报道。